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灵动生活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无线信号是满格，但是网速特别慢。那么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十分有效的一个小技巧，简单的输入几个数字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网速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打开设置，然后找到无线网，点击，我们点击最右端的这个三角，下拉找到 IP 设置，我们选择静态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IP 信息。在这里 DNS 的这个地方我们修改成4.114，然后点击确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的无线网速大大的提升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欢迎关注灵动生活。